还不睡觉？梦游呢？这种情形多久了？来咱家之后吧，偶尔这样。最严重那次跑到天台去，把我吓死了。妈妈跟没跟你说过，你真是一个好哥哥。没听你说过。你总是说我没有照顾好弟弟妹妹。我妹妹死定了。其实我在用自己的方式照顾他们。那妈妈要很认真的跟你道个歉，谢谢你替我照顾咱们这个家。我干嘛呀，这么大岁数还是我。不过你以后别老说谢谢，互相依靠，这不才是一家人。谢谢你，儿子养得这么好。我其实很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哥哥陪我长大，我只是觉得哥哥很可怜，不知道他自己一个人是怎么长大。妈妈呀，就是想说重要的事儿呢，要说三遍。你真的是个好哥。那这不还差一点。